老公，12年来第一次这样叫你，这是个充满意义又富有责任感的代名词。感恩自己的表现，获得你的肯定，让你在今天终于把我扶正。身边的人都觉得我好相处，脾气好，但只有你不这么认为，因为我所有的任性跟坏脾气都只有对你。这样的我，请你继续包容。等签下证书的那一刻，你就不能反悔了。往后余生的日子里，你是我老公，我爱你。Help me to love with open arms like you do. A love that erases all the lines and sees the truth. 亲爱的爸爸妈妈，谢谢你们辛苦的把我抚养长大。每天起床就有满满的爱心早餐可以享用，后来才发现原来平安长大的背后是由您们默默付出与爱护，谢谢你们的照顾，谢谢你们无怨无悔的爱。对，爸爸妈妈，今天是你们期待已久却又恋恋不舍的日子，今天你们的大女儿真的要嫁人了。能够成为你们的女儿是我这辈子最骄傲最幸福的事情，未来除了我依旧是你们的女儿外，还多了一个儿子一起孝顺你们。放心，我们会像你们一样互敬互爱，携手过下半辈子。我爱你们。轩，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4533天，迈入了第12年，从朋友变成家人，这两个词都是12笔画，是因缘巧合，是命中注定，有些事10000年也不会改变。虽然和你求完婚后就爆发了乌俄大战，下地完菲利斯后台湾单日确诊就破千，但这些都无法阻止我们相爱。准备婚礼的过程就像一种角色的转换过程，有着家人朋友的认可祝福，有着彼此相爱的约定。如果我会在爱情犯错，那应该也是爱你爱得不知所措。我答应你，白天有说有笑，晚上睡个好觉。我爱你，宜萱。